你喵啥笑啦？讲个讲个讲个！啊靠背啊，卖吵啦！干你娘蔡英文，你臭鸡呗！拍一个电话，你叽叽叫，你叫啥笑啦？臭鸡呗！你蔡英文，你干你娘哩！拍一个现在你叉啥笑啦？靠背啊！蒋万安，蒋万安那么猛哦！他说他演习就演习哦，好扯哦！他什么咖啊？干你啊！蔡英文都要叫他大哥是不是？那我下一次台北市长，我要选蒋万安。太牛逼了！他说演习就演习耶，人家小公主啊，我是大懒觉啊！干小公主怎样？我大懒觉不差小啦，小公主又怎么样？我大懒觉哎，小公主又怎么样？不是你们聊是你们就是一开始就是你们的错，我已经讲过很多次，就是你们在那边跟人家在意说什么伤害好低哦，香香都比你高，还是什么女人都妹子都比你高什么样的，干你就喜欢一直嘴炮，搞得他有事没事就是鞭尸拿那个伤害啊，干鞭尸拿那个伤害就没用，对，好不容易打倒一个，结果他在鞭尸啊，你们也不教他玩一下还是怎么样的。一来就他妈一直疯狂带他上分，当实况组时间那么自由，想开就开，想关就关，有工伤我再开来就好。一个月我就一个礼拜开两次，干有工伤我就开，对不对？谁不想啊？这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职业吧？还可以打电动，对，你都在玩电动啊？休息一下吧。你要看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干呀，想开就开啊。我每天就是靠这些抖，靠你们抖一些影片，靠爸爸送订阅在赚钱。我只要少开一天，等于说我每个月就少赚一天的钱。那我当然是能开的时候我就开啊。我不是说我每天每个礼拜都有工商，如果说每个礼拜都有工商，那我就可以不用妈每天都开啦。我是每开一天等于多赚一天呢，就跟做工的人一样。对不对？做工的人，他就是去工地一天，可能就1200、1500啊。他今天没去，他等于零。那你要不要去？当然去。阿贤、婉婷跟阿庆的女友都好正，那龟狗女友正不正？宝中马里面。好像有人在酸，好像有人在酸哦。他说他老婆是马铃，那个阿侯爷那一个，他老婆。阿侯爷那个不是假的吗？他说那个是他老婆。阿侯爷。冠贤有没有最受不了婉婷的点？来讲一个，讲吧。管我玩电脑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.He fucked up. 管你玩电脑？开玩笑的。你说现在我管你玩电脑？没有。谁那一天给我玩到快早上啊？谁啊？没有。婉婷就是要讲好哎。婉婷就是一个99分的女人。那为什么不是100分？没有人是100分。我给你就100分哎。婉婷，阿贤什么时候才要娶你？他假如我等到25岁，他还没有要娶我，我就要找别人了。26、27，没有那个青春跟他耗啊。牛奶口味的，彩奇啊。你这样像顽童的小春，小春的顽童的小春，我比他还帅，我比瘦子还帅，我是行走的大睾丸。干嘛？他是行走的费洛蒙，我行走的大睾丸啊？会不会讲错？费洛蒙就是从睾丸，对不对？要睾丸才有费洛蒙，我是行走的大睾丸。
你可以小声一点。哦，对不起，大搞完太大声了。大搞完不好吗？不好啊，好像也不好，谁酸呀？不是，我觉得。哦，看就没差。我没有看啊，只是你还给他存在那个很下面里面。我跟你说，那这个是那等一下，我问你，刚刚还有什么付费的那个，我现在按不出来了，我现在我忘记在哪里了。好，我找一下，我帮你找，我帮你找。不要，你一定就会乱找。你找什么阿龙什么福利那个是什麼？阿龙那个是电脑在用的，我找给你看。我们直接去 Google。阿龙还不要不要，你不要给我用 Google 的，你用你的那个，你给我用你的资料夹里面的哦。好，我找。我说的资料夹，资料夹里面的你在那边。资料夹，阿龙，这个阿龙的这个东西就要叫盖特来跟你解释了。我好像有印象啊。好，你有印象，你找。哦，不就说了，3000定位就抽 iPhone 13，啰里吧嗦了你们。3000定位就抽 iPhone 13啊，妈的嘞 ，iPhone 13 Pro 啦。5000就抽 Pro Max 1TB， 对不对？10000抽 Toyota， 100000抽宾士，100000抽房子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这么简单。啊，喜欢就直接讲啊！你看，我喜欢你啊。我不是喜欢，我又没有喜欢他。不是，我是说，哎呦，你我不知道讲什么。挡三小。嗯哼，对嘛，对不对？我靠，真是。冠贤看稿，庆看冠贤看龟狗看坐，龟不坐底下裸。我靠！笑死！有查到方法，还是我背光？原来麦克风有收到。你有去救吗？我刚扛一刀啦。我看你蹲在那边打手枪。你赶快帮我打手枪，快点啦！电灯泡没血了。满意了吗？这样你们满意了吗？满意了吗？好扯哦，聊天室不要再逼了。满意了吗？聊天室不要再逼了，真的。满意了吧？啊，满意了，那我就走了，我就睡觉了。虽然我也才交过一两个女朋友啊，但是你看。亲大校花，哎，这种头衔有这种女朋友走路，带她出去走路都有风。现在被人家拔走了，要怎么办？不要再逼了，真的要跳下去了，哎，还是怎么样的？切，真的很无聊，靠腰。切，不得不说，他那个音质调的不错，真的很像在那个里长在广播音质。嗯。打一个。里面还有，这里面。走，小光。我怎么死的？你怎么死的？我不知道。我怎么被压扁？我被我救你，我被我的毒罐打死了、欸。被压扁！我
真的会。电弧星啊，电弧星啊，飙到两只 ，bang！ 哦，哇，好暖哦！干，妈的，倒垃圾，妈的，不醉，我以为要掉下去了，妈的！干你啊，白痴熊猫！干你啊，老鸡掰！刚刚说放门口就可以了，干你啊，下去还喷我哎！先生，你跟收到讯息要回一下，回你老母来！他妈放着放着，他妈传个 line 对不对？传个讯息给我，你就可以滚了。我还回你了，你别在无赢啦！回你的干你娘嘞！操鸡掰！干你娘！叫你他妈的无接触服务哎！啊，你还在下面等我、啊，这样不就有接触了吗？干你是有没有脑啊？受不了了！低能儿，太无情了，史丹利！你真的太无情了，无情双杀，无情双杀，哭啊！来，哎，来了来了，这个稳了，真的。干，这我应该玩 Pathfinder， 算了，没事，那我没错。嗯，机器人，嗯。到底有没有考驾照啊？干你娘！陈其迈怎么选人的啊？公务员这样考的吗？干你娘！没驾照还可以开垃圾车哎、欸！你们开那么慢，北兰，下去等多久还不来？干你娘、啊！老子以后他妈垃圾放那边，他妈叫自己倒。司机，干你娘！老鸡掰了，司机，操鸡掰！你们等那么久，堵然，每次都这样哎、欸。干，这是孤狼吗？好像遇到孤狼哎、欸！干，这是孤狼，操，操鸡掰耶！我们这边有人，蓝甲打七十。这边那是爆脚，倒一个，倒一个。Last！ 哎 ，Hello！ 干你娘！笨兽台湾囝，超级歪，招架横起就招去倒啦！干这二零冲阿小啊！妈跑去干你娘跑去东北角冲阿小啦！人家肯定打架，跑去东北角哎、欸！北蓝哦，某一些配到某一些是你就会卡。这样哦。
哇，这个萝卜不知道杀几个，我干你啊，大腿抽筋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啊，干你你，我赢了。哦哦，啊，好痛。大腿抽筋啊！啊，加大分爽啊！好不好？可以帮我们拉一点空间、啊？不要我啊！赶快跳啦！对对对，好，就跳！废话不要那么多。天钩啦，急啥啦？天钩，跳这边啊！帮我赶紧你啊嘞！好像没有人了这边。哎，别天钩，这边有人真的。你闭嘴啦！你闭嘴！这边没有人呐、啊，这边没有人，真的。有人呐、啊，干靠背哦，转回去。别，转不了。你啊，老七。哦，没人到，干你娘、欸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完了！林老师，老师，喂，干你娘！最好是给我一把枪哦，我要死掉了！我要死掉了，干你娘嘞！练是吗？你玩 Apex 那个对手都站着不动的，那我也会玩啊。我又没有说你炸的不好，我的意思是为什么那一个机器人没被炸死而已。我没有说你大丢的不好，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等你有情报的时候？对呀、啊，我又没有怪你，我是说怎么会有人冲上去？我讲你了吗？我是问说是谁拉绳子上去的？我又不是说你炸的不好，还是你脑充来怎么样的？我是问说为什么不等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炸到人，还是炸破甲了？我们再考虑要怎么打。冲啊！然后那就对啊，那你这瞎逼逼什么啊？吵什么啊？奇怪、欸，我没有说你大丢的不好。那你就不要讲话嘛！我在问嘛，我在讨论一下、啊。我在问，我也在问啊。他为什么每次都要冲这么急呀、啊？那你就问他，你问我干嘛？问他、啊。我没有问你呀、啊。那就对啦，炮火一次对外啊。这种事你又不下烟，拜托你下个烟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你只要每一次不下烟，我们就是少一招啊。他们永远是三招打我们两招，然后又三把枪。OK。我跟你讲，阿伯要吃，到底在叫啥啦？啊？根本就不痛，很快就不痛了，阿伟。他不是我鬼啊！很快，很快就不会痛了。拦下，拦下！我先下去处理一下家务事啊。家务事啊，阿爸吗？对，要处理一下家务事。等我一下。我找个好位置蹲一下。等我一下。收你收，我们帮你看，可以可以，处理一下。处理一下。冷静啊！最好是动口啊，君子是动口不动手。阿贤，动口。好像冠贤那台是主打阿嬷、欸。好像是那台，好像你那台是主打阿嬷欸，不是 CS， 不是 CSGO， 也不是 Apex 嘞、欸，好像是主打阿嬷欸。